约书亚记第24章第14节。现在你们要敬畏耶和华，诚心实意的侍奉他，将你们列祖在大河那边往在埃及所侍奉的神除掉，去侍奉耶和华。所以我记得我只是讲这番说话，其实就是我第一次见到电脑这一科的时候，我就向这个初型去想，哇，我竟然吓一跳，原来世界有电脑的，原来电脑是这样的。我突然间才发觉圣经原来是这样讲，神讲的说话其实根本就一定是，即是唔怪得呢个世界用神个 word 去 form 噶啦，我而家就写紧个 program 就用我写个 word 去 form， 哇，咁我咪完全了解晒咧。所以你要等我一路成长嘅时候咧，你会发觉冇错，我系讲好多属神嘅嘢，但我相信我系属于你见过最有逻辑嘅人嚟嘅，系咪？但我嘅逻辑系好丰富嘅，但系咧我嘅逻辑疯狂到咧，我系推断翻，我成日都话用推理推理，但我好推断咗将来，但系准得好疯狂噶嘛，系咪先？其实是来自 word。 我和我身边的人，我发觉根本就是其实这么多年都是一个遗憾，就是这一点是没有办法传递得到。因为如我所讲，我没有办法要求他们，根本都不是那一百个人当中的其中一个。其实不要说一百个人，他们不是那一万人当中的其中一个，一万人都不是。就是对 word、 对 program、 对人生 software 这一种这么深度的认识，咁所以我唔要求到佢，最多只能够俾你知道，用呢啲 word 所产生出嚟嘅 program， 你哋点生存喺里面啫？我哋呢个世界就系神用 word 所产生出嚟嘅 program。咁里面其中一样嘢叫策略，咁我咪教佢 AOE 咯。咁你就明白我其实只系缩得几少嘢教俾佢哋。咁所以点解佢哋好多时候会管理到嘢，但系好多时候我教出嚟嘅人系 predict 唔到嘢，因为佢只系喺一个好窄嘅空间当中去 operate， 好似有管理咁样。但都好欣賞，因為佢都真係要好努力先做到呢樣嘢嘅，即係真係要好勤力先做到呢樣嘢。咁但係變咗，我做到嘅嘢慢慢咪越嚟越冇人代替得到啦。但係呢個感覺係由第一日我見到電腦、見到 software 嘅時候，因為我本身對 hardware 有識嘅，因為本身我係無線電工程畢業噶嘛，所以我對電子啊都叫做三腳貓咧，又唔係叫做叻，又唔係叫做渣啦。咁所以我又知 hardware， 我又知 software。哇！我谂我喺呢个咁嘅 hardware 0101开关制嗰度做到个咁嘅 software， 哇！真系觉得惊为天人，原来世界可以咁转变嘅，然后用 word 就变成一个可以 create 到个 program 出嚟，呢、这个 program 就已经系你创造出嚟嘅一个世界。咁样去理解关于神创造咗嘅世界嘅现实生活，同埋神咧喺佢自己一路继续加嘅 option 所出嚟嘅 cause and effect。咁所以我对每一句说话，弟兄姊妹应要负个责任，同埋呢句说话会为我哋带嚟啲乜嘢咧？我咪好清楚解释佢俾你听咯。就是、以一个 program 里边源源不绝，但系好多人睇嗰节经文就当系即系仅止于此噶嘛。佢哋觉得系神俾佢命令，但冇谂呢个命令嘅 cause and effect 系乜嘢噶嘛？神点解落呢个命令咧？呢、这个命令俾咗你之后，你会对你有咩影响咧？你嘅命令你遵行嘅时候可以遵行到咩阶段？而神会点样 respond 咧？我会谂嘅即刻，因为嗰个系成个 software 里边嘅一句啊嘛。是咪是其中一句嘛，呢一句一定会影响下面成串落去水蛇春嘅后果㗎嘛。咁所以你听佢讲道成日都系用咁嘅方式教你哋囉。但係有时你发觉啊，真係諗唔到又会向呢个方向諗。但其实就係在我嚟讲啦，系顺理成章。在你嚟讲呢，就係你永远都唔会諗呢个方向。因为太突破嘛。你发觉我諗嘅嘢好突破㗎嘛。即係唔知点解我个脑会諗到嗰啲㗎嘛。但係我系身为一个 programmer 嘅方式呢，我系活喺神嘅世界里面。神 create 嘅世界里面，咁所以你而家就更加明白点解神印证我哋系用 Ready Player One 啦。咁我哋其实真系好似喺个电脑当中，其实我活咗啲几十年都发觉咧，我哋好似活喺一个 Virtual Reality 里面嘅。咁所有都系用 Word 去 create 嘅。神亦系为每一个情节当中，因为因应唔同嘅人所衍生出嚟咧，佢不断系修改 add on 呢个 program。我系咁样睇啦。咁所以我咪明白咗而家。同埋我成日啲點解哇？又話點解你推斷到神當時嗰個係預表，而嗰個係預表，仲要係預表你，亦因為咁你了解你今年，即係咁多會點解會推論落去嘅咧？咁樣，因為就係神嘅對呢個世界嘅創造咧，就係好似寫個 program。我慢慢進入咗神寫嘅 program 當中咧，就了解曬成個事件嘅來龍去脈，咁先揾到事情嘅真相啫嘛。咁嗱，翻翻去你講嗰樣嘢。
但我找到的事情身上呢是没办法教到别人。因为为什么呢？因为对于每一个逻辑每一个新的世界呢，它都是完全一个新 program 来的。所以呢你能够明白第一个 momentum， 神就给了一个新 program。是吧，咁你见到哇我用一万听要解半年啦呢、这个 program。但你只限于系第一个 momentum 嗰啲。佢哋就系另外一个 program 嚟嘅。就系、是、咁样囉。但系正常人应该佢个脑唔会听得到。听得都唔会明第一个 momentum 有嘢嘅。即系要一晚之间。就原因就系神俾咗个 program 我。关于作歌嘅 program。咁样囉。咁我就只不过就系按住成个 program 去 sort out 佢。咁然后去教返出嚟咋嘛。约书亚记第二十四章。第十四节，现在你们要敬畏耶和华，诚心实意地侍奉他，将你们列祖在大河那边往在埃及所侍奉的神除掉，去侍奉耶和华。上帝真理铺天盖遍地，电压雄基。上帝真理光照亮漆黑，揭示优美，燃亮像明灯，彰显创始传奇，沿路照映佳美，明光剑锋显出驱散威力，让我跃起，牵引我乘风振翅高飞，永不离也永不弃，开启我心扉，行上传记，心谨记，或许翻天覆地，抱紧神话与土奇，深深里刻记。